是零食会觉得有点干，特别喜欢看饮料类的东西，比如水呀、什么的，但是不一定看了就买。所以你家里是不是有很多零食啊？你喜欢的。很多零食，但是现在拍戏的话就没有办法拥有很多零食，因为不想拍戏，拍戏就吃不上好吃的。郑爽凭借着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出道，火遍大江南北。青春灵气的长相是很多网友中心目中的甜美小仙女。大多数时间，郑爽现身的时候都是素颜出镜，而且素颜还那么美。不过，郑爽除了本来长得就很漂亮之外，其实她上节目的时候也不是纯素颜，她也会化妆。只不过这样的妆容比较淡雅，经常会给人一种伪素颜的感觉。近日，郑爽参加某节目，在节目中大方地公开了自己化妆时候的视频。视频中，郑爽坐在化妆镜前，而一位化妆师则是站在她身侧为她化妆。在化妆的时候可以看出郑爽的皮肤很好，所以简单的妆容就可以衬托出她的美。除了必要的打底之外，化妆师还给郑爽画了比较浅色系的眉毛，其次就是眼妆，涂一点眼线，涂一点眼睫毛，最后再涂上比较清新自然的朵粉色唇彩。这样的郑爽伪素颜的妆容就好了，这样的妆容再加上一头秀发，这样的郑爽瞬间就美成了贝微微。